橘子，橘子，你最近在干嘛？最近很少看到你在玩游戏。我最近在玩《飞宝龙骑士》啊，特别好玩。那你带我一起玩吧。OK。兄弟们，这绝对是我最近偷偷在玩的，玩得特别上瘾的，号称龙年必玩手游的《飞宝龙骑士》。这是一款打怪全靠吞的飞行类射击小游戏。龙骑士可以吞噬敌人的子弹，然后再吐出来，然后化成加特林 ，biu biu biu， 以魔法打败魔法。看到没？一路吃吃，然后吐吐吐。而我最近刚上手的这头龙王叫做波琳娜，号称最强符文龙。和其他龙王不同的是，它只需要一个宝物就可以解锁这头龙王，其他龙王大部分要3个宝物才能收集解锁。这头龙王还可以召唤它的管家，它的管家就是身旁的这头蝙蝠856。有856在场，它可以增加自己的免伤和提高自己的伤害。就问这头龙王强不强就完事了。这小小 BOSS 还不立马手到擒来，立马把它吞噬掉。快来，一起来飞宝龙骑士玩耍吧。